炮声呢是我们许氏的花旗参的一个专门，是以我们这个中医来讲的话呢，这个炮声等于是一个花旗参的一个精华所在。是是。好，那这次有什么特惠？这次推出的是三盒中号8盎司三盒，再加一盒花旗参茶20茶包的，原本要300多块钱呢。原本要300多，那我们的这个当然是最好的，199而已。199，那有没有含税含运费？当然是含税含运费，那个一下就省了至少20块以上。当然，我从来也没有做过这么好的一个优惠，是因为这次是8盎司，是半磅的。你看看，如果送起礼来，是不是非常衬头？感觉上你很有这个诚心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，那个这个看起来都非常漂亮，很饱满，又很大。但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自己用也非常适合，对，因为我们这个花旗参呢，我们保存期限本来就大概有4年时间，那你趁这个时节呢，买起来以后可以放着，尤其在我们这个这个北美这种地方呢，气温啊温度比较干燥，放着没问题。尤其这种大小是非常适合炖鸡汤、炖排骨汤，所以自己用起来也是非常好用。好，所以我就讲说，买一些回去孝敬长辈、父母，好，我想这是必要的。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啊！你想想看，3盒8盎司的，再加20片的茶包，对，特价199含税免运费，现在立刻拨打电话，立刻来订购哦。